有时候吃不胖，可能是你身体的是甲状腺出问题哦。每天走同样的路，但是我非常的喘，让手伸出来会抖。就是你的小肌肉，你就算没有叫它用力，它也不停的在抖。一直在抖。能量就在这个时候不停的。你看哦，看我的还是会有一点。